7. Bos sama Aming kayaknya dekat banget. Jangan usah hubungan, tidak seharusnya yang saling memadu. Saya kayaknya susu semua. Ini保平安的。哦，好，谢谢。来到这里，就不要想那么多，好好工作，注意安全，知道吗？知道了。好，自己加油。好。干嘛？那妈咪那边的慢些。哎，叔叔干，你把啥了？干的呢？Ma. Kenapa? Oh benar, rumah kita belum bayar air sama listrik. Adik. Ma. Mau beli mobil lo? Aku rindu rumah. Apa? Apa maksudmu? Oh, Nyoman. Nyoman mau beli serbuk. Hasan, Mama masih sibuk. Oke, kamu pergi saja lah.为虾米会迟嘞？经理啊，我老阿要做唔做？我讲虾米拢无听，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你莫讲遐济，阮就是爱准时，若是袂用的，搁换一个，搁找一个新的就好啊。好啦，经理，莫生气啦。好啦，好啦。我今天很开心一下啦啊！耶，发工给你们，发工资啊！来，你等啊，谢谢。Yeah.来你的，哎，谢谢阿明，喂，哎，喂，阿明，师傅，你为哪位呀？那，你的，你是新人，大家都这么照顾你，你要好好加油，知道吗？来，干杯！哎，来干，干杯！那有什么问题？跟你们讲吗？讲啊。就是那鸡腿放的不好吃啊。怎样保持？我家楼下的那个卤肉饭啊，一大碗50块而已，还有卤蛋呢。好啊，那以后就叫卤肉饭，加一颗卤蛋。最近有什么问题？有跟他爸。是没钱了。跟爸爸。没钱。钱的问题啊。为什么没钱？鸡腿装没钱啊。阿达，你呢？也没有钱啊。你为什么没钱？将所有钱都给了我女朋友啊！省钱要省点用啊！来喝酒，喝酒，喝酒！对你阿姑你啊，哇姐，搁找一个新的就好啊！好啦，给你，莫生气啦！好啦，好啦。
会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好、啊。哎，不要把我当工头，当朋友可以，私底下跟我讲也可以。可拉嘎。家庭的人。你看，旁边那里，是你的。我自己在负责任。金龙啊。来，三杯。来。加啦加啦。吃啊吃啊吃啊。我不知道。继续的呀。哎，不干，我带一些拜托。三，请你给我打电话。多隆，啥不对你？请你给我打电话。多隆，啥不对你？你在班上班上，请你。请你，怎么样？上班过啊？你把班到过干？三，签字给我。
刚才是我不跟你们计较。你要叫他们厉害，你要给我红衣打。相信我，刚才是我不跟你们计较。你要不要打他们厉害？你要给我红衣打。相信我，你要给我红衣打。三，相信我。请你给我打呀！给我！三，抓住艾美，你力量，走开！有没有看？